今天带着亲爱的软男日记哈、哦、来这边参加开幕片啊、哦，然后我们想仅以此片哦献给酷儿影展，然后我们想祝福来参加的人，然后我们一起来努力，在最近这几天正要截止的签名，大家一起来努力，谢谢各位。我们请导演帮我们讲几句话。这边首先当然要感谢酷儿影展，喜欢我们的影片，让我们有这个荣幸可以在台湾的第一场在酷儿影展这边首映，然后也很感谢大家愿意拨空要来观赏影片，让我们非常感到荣幸。那当然心情上也是很兴奋，也是蛮紧张的，也希望大家喜欢。然后也很感谢我们的剧组，两位女主角，两位男主角，他们今天都拨空来参加。还有我们的编剧一涵，他也是从加州大老远跑回来参加这个首映，也是很谢谢他。谢谢各位。今天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成片，所以非常紧张，然后也是第一次跟台湾的观众见面，很期待观众的反应会是什么，希望你会喜欢。因为我们这一部是关于同志议题的，然后我想要说，我觉得爱是没有分国度或者没有分男女老少的，然后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就是合家来欣赏这个片子，然后我觉得台湾也越来越开放，然后这个我也蛮开心的，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我们的片，真的是很努力去把这全部的事情都一起促在一起，然后才生出了这个影片，也是我们的宝贝，然后希望你们都可以喜欢，谢谢。我是软男 A。然后非常开心跟大家一起分享酷儿影展开幕片，希望大家喜欢，谢谢。我是暖男 B， 对，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这部片，因为我们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然后时间，然后都在这部片里。然后其实我们看了花絮之后，其实也蛮感动的，因为那几个月时间都在英国，然后那种情感是非常的浓烈的。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电影，谢谢。还有我们的软男的原始的妈妈，叫我们的编剧。就是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酷儿影展，然后作为台湾的首映。我们这部片其实，在洛杉矶的同志影展已经做了一个世界首映，然后很骄傲在那边让大家知道说，台湾其实是一个这么开放、这么进步的国家。然后当地也有很多外国朋友，他们其实都知道台湾的同志大游行还有酷儿影展这些很重要的同志方面的盛事，这样，所以非常骄傲可以在这边作为台湾的首映。